彰化家福自强儿少表扬典礼暨家福儿才艺成果发表，今天在花坛乡全国丽园大饭店登场。从彰化县内扶助3000名弱势儿少中遴选出10位具才艺、体育专长、孝悌品行、好学及力抗身体病痛自强儿少予以表扬。他们体恤家长的辛劳与不丰裕的照顾，因此更努心于自己兴趣与天分领域学习与发展。不仅值得被肯定与表扬，奋斗励志的成长故事更应被社会大众看见。学校这边也有看到他的努力，所以说也有邀请他，就是代表学校去参加活动这样子。那他也在县内啊，或者是校内这边都有获得一些佳绩。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陈翔这边他就蛮努力的这样子，所以说就想要推荐他，就是担任我们自强艺校的一个代表。那除此之外，其实他本身像阿嬷平常在家有在卖柜，就是柜的部分都是手工自己做的。那这一块来讲，陈翔他会在家里帮忙阿嬷去做这一些方面的一个像是材料的一个分配，去称重啊，或者是说协助去招募一下客人这样子。其实他从幼稚园开始就有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协助，然后到长大之后，他甚至的是可以把可能价目表那个把它秀出来，然后去告诉客人说，哎，这个东西卖多少，然后总加起来又是多少元这样子，来去协助阿妈，那阿妈可以比较有心力的在于他去做那些柜的一个过程。家里有我跟阿嬷，我觉得阿嬷像我的后盾嘛。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她，然后她都会给我一些意见。有时候她好像在做柜，我马上11、12点，觉得她很辛苦。然后我想跟阿嬷说：“阿嬷你辛苦了，我爱你。”爸爸还叫我，本来伊是发发无伫厝诶，许个，伊状况嘛是爱爱我命，我看来来，互伊教细伊啊，吼、
无较早尔，伊毋是要咱生活。伊听我即个交代啊，伊飞在啊，有去飞在，袂歹，嗯，伊嘛真欢喜，第一届飞在就第一名。我想跟陈翔说，或许现在跟过去在课业上的表现有所不同，但我相信你能够扭转局势，逆流而上，持续的坚持跟付出。祝福你的未来能够像你的名字一样，乘风飞翔，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